key 不对，要嗨一点，然后还要有像故意在呼这样，那很难，很难进入状态哎，就是乱踹一下，我想。现在把拉高。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I wanna feel the heat with somebody.对，因为我不知道他哪一个是，有一堆都不是我的，对啊，所以我跟他不太熟，不太了解，对对对，那就乱搞他有什么关系吗？就会，超级古董，你看他，你看这个到这个灰尘，那你就来一个，你就乱搞他，我不会怎样。好怪，都没有好听的。什么都好听哎，你要就是喜欢它，是不是？就是你本来要对，如果把它弄断了，你现在有疯掉感觉？哇，有一点点小疯掉。真的吗？天哪，那怎么办？等一下你会失常吗？没关系，那太棒了，你就要看到那个对吧？不能太那个工整。音乐这种东西就叫随性。好。所以现在是呈现一个疯狂。好的。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要吃拉面，你要帮我弹一个拉面的。拉面的歌吗？对。那我现在想要吃鸡肉饭。那你就要用鸡肉饭的方式帮我。食物好难，好难那个。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难有感觉弹出来。好，那我。你给我心情。对啊。比较容易。然后这个我们那个中间都会有一个，这个叫我们的梦想版。OK， 梦想版就在写说你对梦想的定义 ，What dream is？ Yeah， yeah， 我要写中文。Not your dream， 我写 What dream is？ What dream is？ 对，就是你要，就是这可能是一个最后可能有机会就会送给大家的礼物。好，所以你在这里，今天算是你那个电子数位发行第一天，对，所以一年之后你变成小巨蛋秒杀演唱会女王，所以我这张就值钱， oh. 你知道吗？Yeah， OK， 就我们写。那我要写中文吗？你就写你习惯的，那你也可以写一张中文，一张英文啊。毕竟如果有一天你变张惠妹的时候，可以啊，像我们卖可以卖东西比较多。好的，For the money， yeah， for the money， yes, make money， money， yeah。我有写一句在那个我手机里面，所以等一下可能要。真的哦，你已经写好了。因为那是繁体字嘛，所以我已经把繁体字。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写简体字啊。上次也那个谁。那是大陆歌手来，他也是就写他的。是哦。呀，我们是一个那个，然后你知道现在在倒数哎。Oh my god。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安出去了，只是没有声音而已。对。所以你说，哎，他不相信我们倒数，他安出去了，你给他一个画面，让他知道一下，他在那里。咦。对，所以我们已经真的。对，就告诉人家说你已经在这里。好。所以如果真的什么你的 fan 或干嘛，他们已经看到你在这里了。好的。这样你明白吗？明白了。那你去韩国受那个训练？你有跳过什么激烈的舞蹈吗？没有很激烈，但是有跳舞蹈。所以你可以来个 MS。他有歌吗？你歌哪一首适合跳？
帮你播了一个，吓到。听说你还记得我写的歌，你的心一定可回不到那一瞬间的空白，可天天问一样的问题，吃饭睡觉天气有没有多云，你就是不理不睬，我是不是太直白，今天九月七号吗？今天是九月七号吗 ？Hello， 九月七号大明星，嗨，嗨，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 Julia， 卓元，不要也是啦。我们今天介绍那个新朋友给大家认识，而且是在中午的时间。对对，那你还习惯吗？还好，有点想睡觉。不要这样子。好。对， okay。 但是今天对那个卓元来说。我觉得，我如果继续叫你卓远，你应该会崩溃。没关系啦，我要习惯了。没事没事。其实 Julia 更舒服一些，但是还好啊。卓远比较特别，就大家应该一定都会永生难忘。好啊，一个女孩叫卓远呢。然后今天他们跟我说，哎，江哥，我们今天在安大明星请到的是那个吴卓远。Yes。然后我就说，哦，好，我在那边过啊。他们说，我就还问他说，那是帅的还是丑的？他就跟我说是漂亮的。我说好。我说发生什么事？对对对，我说哦，他说她是女孩，嗯嗯，对。所以那个今天就是我们很开心为大家介绍这位新朋友。哎，你好好先跟这个安安大明星线上的大家先那个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安安大明星的现场的朋友们，我是 Julia 吴卓元，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嗯，嗨。真的，今天九月七号对你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天。对啊，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一天，怎么就是五年。的时间终于这个专辑出来了，五年呢？五年，对啊，就是期待跟我的制作人合作，这个过程当中是五年了，所以就在今天那个，它是一个数位上架，对，数位上架整张专辑1:28，1:28的时候数位上架了，12点啦，但是我们可以 pretend 是1:28，不用 pretend， 就是1:28上架，对对对，就是因为1:28的时候，可能人家才第一个去。对，去把它打开来听。Yeah。 你是不是在挂在那边？我们也不知道啊。你今天不出来讲，我们也是不明白。对对对，可是这样应该很开心的事情。是很开心。听到说你人生的第一个那个正式发行专辑之后，我们是算第一个通告吗？还是已经到你 boss 那边DJ 那边已经按过了？第
直播第一个，所以你还是不能就是你 boss 还是先帮你播过歌。嗯，有啊，有帮忙。可以回去啦。我很爱计较的，对对对啊。OK OK， 没事没事。但是今天我刚刚有跟他说，爱唱歌对你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你愿意为了唱歌，然后花尽了各种的心思，对，用很多的方法去要帮自己把这条路打开，这样子。对啊，我看了很多年的报道，都在写这件事。哦，对。哦，不，这很重要。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子。嗯。就当时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开始自己帮自己找一条路出来。有时候贵人是自己啦，也未必是别人，对不对？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辛苦的地方吗？就其实就是一直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正式。可是你写很多信哎，对啊，而且你还是查遍了所有各大什么什么制作人哦，对，你好大胆子、就是，你没有查到假的 email 吗？没有，有一些就是有 bounce back 回来，这对不对？有 fail 那种，对，所以有被骗了什么？也还好，对啊，但是那时候就是大学第二个学期，我就觉得想要找制作人帮我做音乐、嗯，一起跟我合作、嗯，然后就是发一堆 email， 只有 Terry 老师回我。不会啊，就有一个人回，就表示至少对有一个人回，就是稍微有点信心。那、啊、现在不是跟他合作的吗？对啊，所以他很重要啊，他回你，他没有骗你。对，他回了你之后，然后就再把你放五年，然后对，让我在那里，那还不是也一样？那还不如就是人家就不要回我这东西，我还是可以继续写。这样才感觉还比较好一点。Yeah, 好，刚刚我那个跟那个 Julia 卓远啊，我刚聊天的时候，随便，哎呦，随便，没事没事。我刚刚还问说，哎、欸，你有驻唱的经验吗？我有帮吴建豪驻唱，但是这位太太，我中文不好啊。对对对，他刚刚说，哎、欸、呦，他很开心跟我讲，我说，哎、欸，对，吴建豪，所以吴建豪驻唱，所以吴建豪开餐厅，然后请你去那边唱歌。我没有，也不是这样子。对，是那个。你说的驻唱是在咖啡厅唱、，maybe 不一定是咖啡厅啊，搞不好你会去拉面的店哦。只要人家那个店有想要请歌手，我也想去吃。因为我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午餐的时间 ，Yeah。我想要，而且我们今天两个的位置安排，还给我一个全对，我在这里，然后他在琴的前面，就是你知道我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餐厅最贵的，然后歌手坐在旁边，然后他就是我买的面啊，可能一碗都1000 ，Yeah， 然后可以叫你直接唱歌给我听那一种。Oh, 好啊。那我们有这个荣幸演一个类似这样安安与卓远的一个拉面店的相遇或什么？谁会在拉面店？中午吃饭吃拉面健康啊，正常啊。OK OK。然后我就在那边，然后你就问说，那你就可以跟客人聊天。嗯、就这个位置终于有人买了，你说这个位置对你很重要。对的。这样明白吗？好的。就是有一种像你写了很多 email， 然后。这个位置终于有人来坐了，嗯，坐在这个位置，就今天就是午餐最贵，但是他可以得到你的特别的服务，哦、就是一件这么近的唱歌给我听，然后现在是午餐时间，然后就是一个土豪，就来这个地方吃最贵拉面的，嗯，好，我开始了，拉面小姐，哎嗨，就我听说我坐在这吃面，就您可以唱歌。可以啊，你想你现在感觉如何？我感觉如何？就这样，我点的是一个汤比较清淡一点的。哦，好，对对对，清淡啊。对，哎，等一下，但你想要唱什么歌给我听啊？我可以给你唱一首很缓慢的一首歌。缓慢吗？因为清淡嘛，对不对？你要是辣的话，我可以。可以刺激一点的、啊、那等一下就要帮我加辣椒啊等一下我们还是回到清汤好清汤那你现在唱什么给我明白一下那我唱我第一首歌好了 okay, 我要唱的那个哦你要唱你第我要唱、哦、我们现在在拉面店你现在回到那个安安大明星的现场好的那现在直接唱那个直接唱要那一首我们完全就刚刚彩排跟现在演出就是又通通都不一样但没关系今天他人生第一次所以我们都可以接受所有的那个不一样的状态好唱歌吗对啊你要唱一首适合午餐的歌现在是午餐时间然后可能午餐的时候最容易有很多人想要来看节目嗯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你放在这个时候好唱一首适合午餐的歌吧好卓远那我就来一首英文歌好了好啊、我就吃我的面。好，你吃。好，我吃。好好的吃。好，你好好的唱，认真唱，不要让我把面吐出来。好的，好，尽量。好 ，OK。Clock strikes upon the hour, and the sun begins to fade. 天哪。Still enough time to figure out how to chase my blues away.
所以你本人都喜欢把那种很快的歌改成这个样子啊？对啊，因为我是很懒的一个人啊，很懒，很懒啊，所以我就会把快歌都变成慢歌。这哦，你是想要那个心情比较舒懒而已，不是？那你平常在家不打扫的吗？是有点乱啊，真的吗？家里是有点乱、啊。不好意思，不可以，不可以，我们不可以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嗯。就你还是一个美少女来着。Yes。对，你刚刚唱那个是那个 Whitney Houston 的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对。那我有这个荣幸不停之请，就你可以把它恢复原来的状态唱一下给我们听吗？那就是速度稍微变快一点。不是速度稍微变快，是要速度变很快，有一种 turbo 的概念。超快的，就是原本是。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I wanna feel the heat with somebody. Yeah. Oh,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 可是这个就很难控制，因为节奏在那里。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你唱得很好哎、欸。我以为你是很难控制你的呼吸。就整个都很难控制。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所以我没有人要创造一个新的状态那个。OK。所以你是可以唱快歌的、欸。也是可以了，但是不是怎么样也是可以，就明明就可以啊，就没有很擅长了、啊。不是没有很擅长，就是你不太习惯。对，不太习惯，不太习惯，因为真的一直都是唱。那你平常听歌都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手的歌多？还是你就习惯就是挑战把那个最快的歌改到最慢？你有改过吴建豪的快歌吗？他的歌也都很疯狂的。他对啊，我还没有改编他的歌、哦。真的，这样怎么可以呢？你跟他那么好，然后你不唱、啊。是，可是问题就是每一次跟他表演，我们都会唱他的歌，然后唱他的原版嘛，因为粉丝最喜欢那个原版本。可是他准许你做任何的那个挑战啊，对不对？ Yes, 你跟他交情上，这个交情应该让大家也会有点觉得，哎、欸，也是一段很特别的那种际遇、嗯。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认识吴建豪也是透过 Terry 老师的制作人。对，然后可以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帮他弹琴啊、唱歌，然后就是每一次排练的时候彩排，都会就很像 band 在 practice， 乐队在乐团在 practice， 所以就很 chill， 然后他超级 nice 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可以沟通，很容易可以聊天。英文比较对，英文也比较顺嘛。对对对，他应该也就是这讲起话来跟你这个理念上、想法上，其实你常年在那个国外念书，对，那而且。他们资料跟我说你是学霸哎、欸，学霸是这个啊、哦，有你在讲还好的时候有那个感觉，就是因为我其实一般不会听到学霸这个称呼我啊、哦，真的对啊，因为他们都讲英文，所以他们会用中文这样跟你说。哎、欸，你在念那个是一个大家很羡慕的一个学历哎、欸，很难吗？就是你人生在做很难的事情哎、欸。我喜欢挑战自己。有，但是你的很难的事情都让你把它达成了。还好，还好。好吧，就是有达成一半了。对啊，怎么还好？你以为那个学校很好念哦、喔？那超难念。对啊，那还好。超难。你是要让那些都进不去的人在那边，天天在那边生气。你说那个学校又贵，然后对啊，东西就是学东西又很难啊。所以，可是你还是去做了这件事啊？我喜欢折磨自己啊。对，没有啊，是喜欢学习、啊。我懂，我懂，就1:28，然后偏偏中午1:28来，对，感觉很辛苦。有一个。有啊，他刚进来的时候，我正想，哎、欸，小姐你还醒着吗？我说还好还好，我现在人生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对，所以平常写歌啊，做什么都是习惯在夜半的时候。对啊，我喜欢凌晨3-4点关着灯。可能开一个小灯嘛、uh-huh. 然后就是 EP 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就很有感觉，不要钢琴的，不要钢琴，对啊，哎、欸、你要弹一点音乐，我们今天现场就当一下那个，对啊，边聊天对，你给一个你喜欢的那个节奏，可是这样你会很忙，你一心可以二用吗？哦、oh, 可以试一试啊，对啊，反正我是想让你醒着啦，因为我是很清醒的，我懂我明白，聊一些就是自己很特别的心情跟一些很好玩的故事，哎、欸，先聊一下学校好了。好。
对啊，那个学校适合用什么音乐来伴奏？哦，那就是 jazz 啊。哦，真的吗？就像我靠，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啊？哎，等一下，这我真的不能一心二用。哦，真的吗？真的好难。刚刚在那里快快谈，不好意思，然后边聊天。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要打破你那个。Oh my god！ 我觉得你太规矩了。我还好啦，我是有点慢熟的那种。没有没有，你不慢熟。Oh really？ 对啊，你还就是你还蛮自嗨的。不是啊，就是那个嗨，那个嗨的感觉很好。没有没有，我就说你尝试一下一心八用。哇塞！哎，那你学校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对啊，面试嘛，茱莉亚，那个你的学校是 Berkeley， 伯克，啊对，茱莉亚是王力宏，突然把你跟他弄错，你在伯克 Berkeley， 很难呢，他就是很多爵士的东西，然后呢，因为我完全不会爵士的东西，所以我就进去的时候就是学一堆完全新的乐理，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东西。嗯，然后那他们怎么会录取你啊？你不会耶？我因为我面试的时候我是弹古典，我弹一个古典的一个肖邦练习曲。你还记得你弹什么吗？哦，我弹那个。我现在很明天来念书。好，开练。真的好几年都没有练琴了。对，那时候弹古典，然后唱了一个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然后唱一下，完了，现场被 Q， 对、啊、完全没有准备。我们现在在那个 Berkeley， 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你。好。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真的是突然被 Q 到。拜托，你就随便拿一个家里的那个，你就让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卫生纸，说好了，我帮他把桌子擦一擦，就那种感觉而已啊。这明明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你过关了，你可以唱今天自己的第一首歌。好的，好的，好的。哎，对，真的要唱什么还是喝水？这位小姐也真的是蛮有趣的。Yeah， 我等一下，我今天第一首歌。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要讲一下，我今天要唱好几首歌，我懂我懂，顺序有一点没关系。我跟你说，想唱哪一首就唱哪一首，好，就这样就好啦。因为歌词在旁边呢，所以我要知道。不用，你不需要歌词，就算你唱了一半忘，你都是你的，那都是你的歌啊。好啊，这样他们才会有，人家才会有东西可以来笑你，然后他们才会开心，他们才会去听原版，说哦，原来他唱这么好听。而且今天呢、啊，只要做对一件事情就好了。嗯，如果有人在看这边说哇，这女生唱歌真好听。嗯。就这样就对了，不是这样吗？对，好。而且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他是卓元哥。No， 他一直很纠结他的名字。待会再聊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唱底线。好的，好吧。所以你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吗？我非常有底线。真假的？好，我有底线。哦、oh, ，好好。Oh yeah。OK OK。说着，他多了他。
看见，你的唇没有底线。唱完了，唱完了。我们今天节目应该放到半夜来播，所以太太把中午唱成半夜的感觉。我把所有的歌都唱成半夜的感觉。不会啊，这也是你的强项啦。对，但是你知道，在中午这些时候，如果大家唱完，如果大家在餐厅睡着了，老板是会生气的。好，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翻桌，就是没有办法一直有客人进来。我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合白天唱歌。不可以这样说，白天有白天在做的事情，但是晚上有晚上的呢，而且。不会啦，刚刚虽然是这样说，但感觉上来讲，你的歌就是会让别人就是进入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对对对对，所以还蛮适合那种上班族的，还有适合生活比较紧张的人。对对对，那有时候你要白天有时候节奏快一点啦，其实也不是不能够去听这样的歌，就让自己稍微停一下这样子。对对对，你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偏爱古典一点点的东西，或是偏爱这种比较恬静，还有比较稍微缓慢的？步调的东西，你看起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呢，是吗？对啊，但是我的个性可能、就是、你看就是一样，就是那种、就是、跳热舞的，要我嗨我可以嗨，那种耶那种那种感觉有没有？对啊，就是要我嗨我是可以自嗨起来的，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放空的状态下，我就是慢。半拍这样的，而且没有没有，因为我看了你很多那个经历上的介绍，你有很多大型的比赛的经验、都很难得，而且在那个在那样的舞台上、有些人都在讲说，比赛用的东西感觉就是要你一下就能够，对对对，要把它 catch 过来，那跟你这种想要让人家心里头那种烧起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所以有点，你为什么这样子？你说，我懒吧。所以讲到最后都是一个那个懒，应该只是一个你看待事情的某一种希望，不要那么纠结嘛，就是要 relax 一点。我整个人的状态，还有整个就是生活生活态度，就是很放松。我觉得整个人就是这样子，感觉很好很好。对，不是不是，你给这个，因为在这个某个时代里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一种流行的元素新的出来。可是跟你的那个经历上来说，有很大的某些。蛮不一样的。对，你还到过韩国做一些特别的那个训练跟表演的经验，讲一下讲一下。在韩国就是去在那里待了三个多月吧，三个多月。对，然后边拍一个电视节目，然后边做当练习生一点点啦。对，然后还要在那里介绍韩国的美食啊，去街上玩啊，就是拍各种东西啊。就等于就，其实，在那个状态下，已经算是一个。如果那个节目一直在播，就是像现在在台湾讲的网红啊，或者像那种已经算半出道的新人，有一点点就是还要主持 ，kind of like 主持，但是那时候就是讲英文，是一个英文节目嘛，所以我就还好，就现不会像现在讲中文这么卡卡的。不会啊，你讲中文没有卡卡，你讲中文还有一个特别的那个味道，是大家现在喜欢的流行的，因为没有这个年代，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到海外去求学的那个年轻人啊，慢慢会。会回来，然后什么海归华侨啊，或什么那种感觉跟概念， okay. 所以你的声音啊，跟你那个演唱的方式，感觉上来说是这个
这个时代里面特别特别流行跟会让别人向往，嗯，然后再加上你的经历，其实对一个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都会特别羡慕。哎，其实还好。去韩国那一段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或是那是一个怎么样得到的机会呢？那个时候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有 cover 很多 K-pop 歌、啊，然后他们就发现我了，他们就网络上面联系我说要不要去 apply and audition for 这个节目，然后我 I did it， 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去那边可能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拍节目都是一天20多个小时不停的在拍，所以你是一个常在 cover 作品然后不断会上传，对，愿意秀自己的人，就是我很喜欢、嗯。改编东西，我就是很喜欢把快歌改编成慢歌，所以你在弄那些 K-pop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对啊，我都把它变得超慢的，像 G-Dragon 那一首歌、啊、G-Dragon 那一首本身就是慢的，啊、像 Twenty One 的一些舞曲和 Big Bang 的一些舞曲，哎呦，又被现场 Q 到，Oh my god！ 不会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我要 Big Bang 啊，对啊，哇塞，一片空白，现在没事，你一定有，你的空白是来自于东西太多。突然不知道装哪个档案， oh、my goodness， 满天都是，然后突然间都是那种小密码，然后你要先抓一个 Big Bang， 我已经把你放进去了。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唱 Big Bang 的歌，真的我好想听哦。怎么办？今天有一种上贼船。那可以现在叫导播马上把我的那个 cover video 传上去。我们要，而且还是不用现场，直接来一下。好了，弹一个你最不会纠结的，很简单，直接进来就可以唱的，不一定要 Big Bang 啊，这样好不好？你的 Two in One 也可以。Oh。我可以唱一句那个 G-Dragon 那个 OK 우연히기도가던이놈잡았어혹시나해도내예감이맞았어네가좀반지를빼고한정금판자를끼고그대여기까지만말하게只记得到这边不会啊不会啊不会怎么会只记得到这边真的那韩文好难呢、啊、所以 你有真的去学吗 我没有就这样听学所以你不知道你在唱什么 大概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大概知道这样感觉就是不太知道不太知道在讲什么那 你 cover 那么多作品那 K-pop 最酷的就点阅最多的是什么、啊、就刚刚这一首是不是你看随便都找到一个你也对这件事情表示说他做起来就是也很成功啊，你也是很蛮喜欢的。那在台湾呢，你有特别想要去改谁的歌吗？台湾呢？或华语歌手好了，不要讲台湾。就现在大家这个华语已经就是哗啪啪啪啪已经都融成一团了。李荣浩。李荣浩。我超爱李荣浩的。但他歌已经很慢了，你还想怎么样？对啊，所以我现在，所以我就一直没有 cover 他的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再去把它变慢了。哦，他已经很慢了。那所以呢，你就是照着他原来的唱法在唱，所以你最喜欢唱他什么歌啊？模特啊，来一下。完了，今天是各种被现场 Q。对啊。等一下，刚刚唱完韩文，现在要回到中文。拜托，但等一下你还可以唱一些有的没的，超厉害的，我发现这样才好玩啊。哎呦我的妈！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唱的是模特，这个没有在今天歌单里面。真的没有。对对对，但是他应该都在他心里，这种歌唱起来最棒，因为你心里有歌。穿。想哭不会穿华丽的服装不原始的渴望而站着我弹错了下错 chord 了等一下 OK 给他一个机会再给我一个机会对面有时候加错降你只要在自己把它调回来就好了对、啊、OK 好好唱小姐我现在一天哭没事旋律进来你就冷了、啊、这个好像是对的 好像是对的对对了要开始了，模特来了。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好像也不对，好像也不太对。好像也不太对。不会。等下这就是现场，这太恐怖了。不会啊，抓不到。哪会？好，慢慢抓。真的要我继续吗？当然要啊！我的天哪！不会啊。哦、你看连你的同事都觉得我做对了一件事他还帮你把歌词都找出来所以这件事就是今天一定是在这里最经典的表演今天这段一定要剪出来、oh、my God 这位小姐最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样子然后得到很多人更多更多的喜欢我要哭了好 Here we go OK 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站着我冷漠的
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哎呦喂，啊，天哪，怕什么，你的 TV show， 你这个节目太刺激了。啊、不会啊，就你太刺激了。不会，我只是想说，准备来的东西有什么好听的？好，我自己就会上架，我自己去宰来听就好了。嗯，对，这种没有的，但是我们才酷。好，这是你第一次那个吗？ Like、唱李荣浩、就是？对啊，就是 very 第一次，非常第一次啊。不会啊，你看也算是一个完成一个小小心愿呢。也是啊，我超爱他的，而且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发片的歌手，嗯，整张专辑未来慢慢更多人会知道你，嗯，对不对？然后哪天他就说，搞不好李荣浩说，哦，谁？吴卓源，吴卓源 cover 我的歌，天哪，是哪个帅小子？不好意思，我是个漂亮女生，这不是很酷吗？对对对啊，怎样？怎么了？现在惊魂未定吗？没有，就是。叫朱莉就好了、啊、不是我想不用害怕嘛，就是今天那个刚这首歌你看大家都在期待你唱，而且那个在中午的时候展现一下自己那个很强大的实力是很重要的、嗯、来到这个地方你有特别想要怎么去介绍你这个专辑吗？这张专辑呢，我这个东西呢你们没有这个是限量版、哎、对，但是也有人会有，也有人会有更早认识你的人，他们就参加了你的一些在你平台上的活动，对对对，他们有填，这很酷哎，可以跟他们讲一下，他们即将收到这礼物，你先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但这本是我的，因为已经有第二件，第二件，好，不好意思啊，我的中文字都露出来了，那没关系，好丑，对啊，这是就是小学二年级的，这是诚意耶，对啊，我还可以让你看到 ，Yeah， 对，他们这画的是。这是我签名。对啊，他就说这字嘛，好不好？就是一坨线条，一坨圈圈。对对对，这是1:28这个专辑没有实体、嗯，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很酷的东西，叫做 AR book， 就是 AR book 扫 QR code， 他们会收到这个礼物，对不对？对啊对啊，有部分的那个幸运的人，对朋友们可以收到。这个、他扫就是好，你用手机扫。这个是夜晚，在夜晚的这个对歌词、那个，然后你扫这个就会，我先不告诉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是有东西会跳出来，哦、然后有播放东西，然后你会看到东西，会听到东西，视觉上面 everything。你在我们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一直讲说会有东西哦、oh, ，OK， 嗯，这是一个就特别温暖的月份哦， oh, 好。很容易跳很多东西哦、oh, ，OK， 你会跳的东西不是那个东西吗？No，I don't think so，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对对对，好，这真的很特别，就是你知道时代在做一些很特别的那个变化，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你也是走在时代尖端，做一个 AR book，、嗯、对，我想做 something different。嗯，对啊，因为我来到台湾，就是这个机会真的蛮不容易的。嗯，所以呢，如果可以，要留下一点什么？对啊，就是大家都有 CD，、嗯、那我也很喜，我也很爱 CD， 我也很。所以公司有打算帮你压一张 CD 吗？这个呢，要问公司。他想要有一张 CD， 我帮你问。对对对，好好。因为有一张 CD 才能放着，以后才能给你的小孩啊。也是，可是你看现在的 Mac 都没有 CD 的那个。哦、oh, ，对，像 laptop， 像我的 Air， 难怪你刚刚在拍 MV 的时候把它踩着。yeah， 对啊，嗯，就没有 CD 可以放，所以我说不会。当你把它那个做成一张 CD， 久了以后，他们就还是会去找一张也是来让你 collection 的一个东西，对啊，是不是很棒？所以我就把那个 collection 变成这一种。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就即将要收到你这个礼物的人，真的觉得蛮幸运的。所以全部的作品都可以透过那个扫那 QR code， 然后对都可以有特别东西。可以会 pop out，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专门为这一本书录的一些东西，像一些 behind the scenes， 在录歌当场在录歌的那个 studio 里面一些画面，或者是就是我的一些有些花絮上面的那个影像的记录，对对对，然后就让你可以透过这些观赏，然后帮你一起看说，哎、yeah. ，这段时间你的等待跟这个专辑成型， yeah. 发生了这么多点点滴滴，对对对对对，感觉真的蛮好的。把所有的我这个过程是一个微电影的概念了，有一点小小的啦，小小的那种微电影。很幸福哎、欸，你在一个很给你很多空间的团队，帮你做了这么多很新潮的东西，对对对，也许你又创了一个新的
时代的那个风潮。啊、我很幸运有很棒很就是 idea 很新鲜的，就像他们就莫名其妙把你带到这个节目来，然后说今天第一天发行， yeah, 对，然后就被人家乱 cue 很多歌。Yes。所以你要唱已经排定的歌吗？可以吗？可以啊，看看下一首是哪一首？下一首我来帮你。哦 ，TV。TV 好，嗯、来我来就好， okay. 这我的，不好意思。Sorry，Sorry、okay. sorry.。我来看一下，我来扫一下 TV， 看我会看到什么。那你要下载那个？我懂，我懂。刚刚那个你的同事一直跟我介绍，哎、欸，这都在台北拍的吗？对啊。哦、oh, ，Really？ Yeah, yeah。不是你从国外带回来的 ？No。哦吼。但有 MV 是国外拍的， oh, 有一首的 MV 明白明白。对。我们再聊下去你就不用唱歌了，来唱 TV 了。啊、唱歌，唱 TV 了。歌啊，每次到 ending 的时候，我都很难做 pose。那你一般会怎么 pose？ 也不知道啊，这也不是怎么 pose， 应该说这个时间点，然后这要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 pose， 也是要想一下。嗯，因为我刚刚那个在你来之前啊，然后我就跟那个我们团队一直在讨论，然后说、嗯、哇，你这样，可是我看你这个人，就你走进来跟我在
网络上点你的那些作品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哦，就你本人可爱多了。哦，是网络上很凶吗？不是不是，他太有距离感了。哦 ，OK，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优雅的概念啊，或是一种比较恬静的感觉。这种人是会让别人比较觉得说，小心一点，小心一点。Oh, 就是本来就是看到你的时候，以为是看到一个那个蛋壳的那个。OK， 雕刻品，嗯嗯嗯，但进来之后发现其实没有，就是煮熟茶叶蛋，真的是蛮好，就是很亲切啊，很可爱啊，然后很多面向，然后香喷喷，然后也很有味道，然后早上、中午、晚上其实都可以陪伴大家的那种感觉，是这样的感觉。那就好，对对对对对。你自己对歌唱的这件事情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吗？那么想要唱歌发片，然后现在这件事都做了，那再来呢？再来就是要更多人听到我这种，就是可以说不一样的 style 的音乐吧。对，因为我很喜欢 R&B， 然后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感受到这种 groove 这种节奏，我是很原来应该会一定会啊，因为你的网络上每个那个影片，其实去点阅的人其实也蛮多的。说真的，然后那个在那个地方流传，然后也大家应该对你都有很多的印象。那再来呢？小巨蛋啊，对吗？当然一定要、啊。你是要讲一点那个，就是有具象的这样子。具象、啊。你有想象吗？大概唱多久，然后想要把它唱进去？五年。五年。五年，我想先拼五年，然后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所以这五年，你过去到今天的这段也五年。对，也五年了，都是準備到現在。然后你今年23。22。所以你十来岁的时候开始为了歌唱的事情，哇，绞尽脑汁，用尽方法，很厉害耶！这是我们的梦想版，它好适合你哦。是哦。当然啦、啊，因为就是我们会喜欢这个有人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梦想的一些定义跟想法。好，你知道我们要写的意思吗？就是写你认为梦想要怎么去。诠释它 ，What dream is？ What dream is？、有两个是一个要写英文，一个写可以你自己说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那我们就会留下一张中文跟一张英文。这是这位Julia， 因为你要像我就这样。Julia， 那你中文要写吴卓源。我可以写啦，但是我明白，你不要这样子。Julia， 等一下，五年之后你登上小巨蛋，我们就可以拿到外面呢。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他那个2017年9月7号那个数位发行第一天的时候。让他留下人生两个对梦想的定义， oh、God, 到时候搞不好是不是很酷？如果你真的上小巨蛋，我们叫他把这两张，你可以把它带上去舞台吗？好啊，好酷哦！好啊，但是前提是我先要可以站得上去啊。你干嘛这样想？我们都敢跟你说，那时候到时候这个节目都还有人会记得呢。也不知道还在不在。希望还在啊。那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可以就是一段 live 在舞台上吗？就搬成这个样子。好啊。重新回来，然后唱。然后再坐在拉面。唱李荣浩。好啊。可以啊，就唱李荣浩的歌，然后我再帮你拿那个 pad， 然后帮你拿歌词，帮我拿 iPad。对啊，可以，挺好的。哎，就这样，好啊，说定了。因为你在演唱会上嘛，就不能再有太多时间，就让你突然间那个有即兴的，所以我们俩还是要彩排。对啊，好 ，OK。这还不错吧？这是那是 good idea， yeah, 真的真的。Yeah. 然后上去直接发现，哎，我可以张惠妹的歌。No， 然后就我没有准备，我快点快点，先写。好，边写边聊。What is dream？ 对，然后想 dream is 的那个。这样子，很久没写字了哈。Dream 是有一点深的感觉。我就想说，这个人不是在国外念书嘛，就干嘛写英文写的比那个 ？Dream is， 你可以写大一点，这整个版本都是你的天，都是你的天下。Dream is， 这五年来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感觉就是把那份当初的热情一直坚持下去吧。OK。等下，我还要翻成英文。什么 passion？ 什么 passion 啊？对啊，什么 keep going？ 对，好，都可以。OK。好，我简单写好。我两人在语言上虽然有些 bug， 但是我们还蛮顺的。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哈拉，也是一件很好开心的事情。你今天有疯掉吗？没有哎，还可以。还好，可能再来一个小时就会有一点错乱了。哦，真的真的，刚好我们大概做一个小时了。但你想要延长吗 ？OK。嗯。来，谢谢。很有为难，好，真的很厉害耶！一个人用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美梦成真，很酷，真的很酷啊！
然后接下来就交给老天爷。对啊，因为你还是会很努力，不过你一定会努力的，因为你好不容易达成这样，不可能就这样满足的。对啊，一种我明白那个心情。Keep going。对，一定会是进阶，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制作人在帮我收，收上了，已经要下班了吗？是吗？发生什么事？好像收工。对耶，我们快一个小时了，快点， okay, okay. 你还有歌要唱哎。哦，对哦。他是叫我说今天是要来听歌的，不是来玩的。Okay. 我就想到一定要玩的、啊，我这节目就是对啊，聊天哈啦。我今天已经唱了超多的了。不会啊，还好啊。好，最好听的就是模特。好吧。等一下我来看，哎、欸，你还有两首歌要唱哎，好酷哦。而且等一下要自弹自唱哎。那就不啰嗦啊，等一下就让你像开演唱会一样自己自创两首歌。好啊，是很酷。我们跟你现在在这边预习一下小剧，哎、欸，你写好了、哦。Keeping that passion, desire alive。你没有 sign。还要写中文吗？哎、欸，都可以。可是，一写中文就不好看了。不会啊。啊，这个看起来酷酷的，然后这个就是小孩子， Keeping. 小孩子。Keeping that passion and desire alive。我的英文有点差最近。为什么？写什么？不会啊。但是就是把 那份当初的热情持续下去。OK。你知道在干嘛吗？干嘛？我们节目上要自拍。哦，好啊。你很会自拍吗？还好啦。但是我一般自拍都会有那个 filter，、oh. 都会有那个。什么美肌？我们会帮你处理。好啊，我一个人，我不跟你一起吗？不用不用，我怎么好意思？哇，这样吗？哎、欸，真的很懂事。我们是有一张要这样，没错。你是很会啊，再遮嘛，再遮嘛，都遮起来好了，整张脸都不要拍。那就这样。对啊，对，你这个，你这边是往没事，先遮到嘴巴，整个露一个眼睛好了。对啊。就是你在这个新世代里面也真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哎、OK 好，啊，不是哪的，真的要露两个脸。我们会帮你，我们帮你那个秀秀再处理。哦，很会耶，对啊，天哪，是一个 Vogue style。有啊，你刚刚很那个、啊。女生嘛。三张吗？他拍了几张？我也没算哎、欸。哦，三张哦，那我再来。对，你看是不是？我就说吧。啊啊、那我再拿书。不要再拿了。你刚刚已经那个，我们还会送给大家很多那个你刚刚留下来的可爱的那个。好，接下来那好，现在拍 GQ。GQ， 刚刚是 Vogue。你好会哦。对啊，来 GQ style。有 GQ 就是要撩那个啊，撩观众。对，要拉头发，拉头发。来 again。哦，好。好了好了。来两张 GQ 一张 Vogue。谢谢大家。GQ and Vogue。对啊，很开心。哎、欸，你还有两首歌要唱哎、欸，对啊，自己串好了，给你一个像在开演唱会的概念，然后两首歌就怎样串，你知道是哪两首吗？我不知道，我刚刚看这边，我没事没事，没有没有，通常主角都不太知道自己要唱什么。对啊，我现在很混乱呐、啊。没有混乱这件事，你要一首歌叫做夜晚，嗯，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我们看到 MV 台北夜空下，对对 对, 对, 对，两首歌就直接自串起来，假装我们现在在那个小巨蛋，就某一个 part， 好不好？好，好，那现在现场就。准备就交给你喽。好的，两首歌要自己串好，好不好？好，来，带给你们夜晚。有点开得快，油门踩到满街道中穿梭，可能是一种默契。时间空着
谢。嗯，最后一首歌呢，我要带给大家就是我写的第一首中文歌曲，叫做《台北夜空下》。听说你还记得我写的歌，你的心一定可回不到那一瞬间的空白格，天天问一样的问题，吃饭睡觉天气有没有多云，你就是不理不睬，我是不是太直白，是不理不睬，是不是太直白，你走了就让我一个人过，你走了空气听到了，寂寞看到了，他们都牵着手走，浪漫的气氛包围着我一个人，哦，站在台北的夜空下，渺小的影子还想跟着你一起走，都不知道怎么 pose 了，不会，我这次会，这次会，对，我们看我一个 pose 在看你嘛，你做的那个很多人就是很羡慕的，想要会的才华都在你身上都有，哎，就长大了某一天突然想说，哎，小时候如果可以去学琴多好，然后长大了某一天突然想，哎，我如果唱歌很好听多好，然后长大又有一天想，哎，我如果可以把英文说好听多好，结果你什么都会了。对啊，你是一个那个幸福的人，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幸运，很幸运，幸运，幸运。不会啊，接下来就是你在过程当中也得到很多的祝福，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你有很多的机会，那接下来就是看看自己，哎，怎么样去把握这些得到的，对，可爱的这些事情，然后让它再更有这个好的地方可以让你去挥洒。对， 对， 对。今天的琴不是他的。对，但他跟他相处的这么好，然后我刚刚其实他很纠结，他是一个他某些状态当中人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完美主义，那个没有办法去妥协，对对对，因为对你知道，你知道这整个现场我最最一定要跟我相处最好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他不好，我今天整个人都会生气。麦克风。哦、oh, ，OK。如果他太丑 ，Yeah， 没声音，突然间怎么样？我那天没有办法工作，就像你今天就是被我强逼着那个完成一些不在你预定中的事情，对，没有啊，进入这一行就会这样，就会总会遇到一些不知道叫你干嘛的，就是临时，还可以吗？还可以，今天还愉快吗？很开心啊，真的，醒过来，你看是醒过来啊，因为已经1:28，很棒，1:28，太会了，他唱完了，今天想要在现场唱的所有歌，有遗憾吗？没有遗憾，可以再唱。我还好，我们 OK 的。
再 cover 一首。你要 cue 我什么？当然啊，随便都可以啊。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我们没有几分钟，真的吗？再 cover 真的就可以继续哦。那就让你 cover 一首歌 ，cover 完之后，我们让时间结束，在今天做一个最棒的 ending。你有什么那个过去里面 cover 这么多作品里面，然后到现在一直还是很喜欢唱，而且每次唱它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跟想法。哇！因为我最近都在弄专辑，所以都很少在唱别人的歌。啊，不然唱你专辑里面收的别人的歌好了。为你我受冷风，所以你走到哪都在唱、欸。哎呦喂！是不是？好了，也是可以要吗？可以帮自己那个啊，算是一个打歌。好，但是我其实更希望听到你这里面没有的，就是送我们的礼物。嗯，我今天送了好多送。干嘛这样子？我对你很好、欸。没有，我继续送，我继续送。对啊，没关系，没关系。在这之前，就是还是要很那个正式的。嗯，所以这首歌呢，或者是今天安安大明星，就是最后我们请这个 Julia 唱完这首歌，今天节目直播就到这结束。好，但你还是在这歌唱之前。正式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这张专辑。好，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来到安安大明星，跟建安哥一起快乐的度过了这一个小时，也有点真的有很快乐、哦，有快乐，有挣扎，还有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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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他俩快乐，你看两个人握手，脸都是臭。没有，我现在都在想，我等一下要唱什么。不会啊，想到唱什么就唱什么。好，对啊，然后这个专辑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了，一点二十八分介绍一点二十八分这张专辑，这一张专辑真的就是这五年的 everything 放到这张专辑里，没有最近写的有几年前写的歌，然后呢就是我各个地方到处跑，最后来到了台湾，有了这个机会来发这张专辑，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也是很恭喜你，很开心，谢谢，所以多听。一定要去听一点，希望你大红，谢谢，希望专辑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对，这毕竟是一个数位发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大卖法。KKBOX， 就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多多的这个把它点出来听，对对对，来说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支持。对啊对啊，然后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对，喜欢大家去按赞，对，按赞 Julia 吴卓源，有一天他会爆多人的，希望的先来的都算以后的老朋友 ，Yes， 是不是 ？Yes。对，然后我的 Instagram 我也常常会 po 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所以 Instagram 是 Julia Wu 94，可以去看一看。想说什么都说。Follow everything, everything. YouTube, Facebook, everything。好啊，希望有一天就是大家就是随时随地在这个3C 的世界，都有你的踪影，希望无所不在。One day 有一天，扫描 QR code， 它就跳出来，然后我就跑出来了，那一票。最后一首歌想好了吗？还没有，我刚刚都在想怎么介绍专辑，我现在一片混乱。都快要半夜1:28，还没有想出来。专门给你的。没关系啊，你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最擅长的也可以，唱过的也可以，新的也可以。然后在这歌当中，我们要就是跟大家道别。Say goodbye， 我现在就即兴好了。OK。Say goodbye to you， 简单哥。So nice to meet you today， so nice， so。谢谢 Julia。谢谢。安安大明星，下次见。Bye。